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71面。271面，我们从第一行看起。以上第19愿是因，第20愿则是其果也。若人如第19愿发心念佛，在临寿终时，弥陀与极乐世界诸菩萨等中前来接引，现其人前，今须臾间，指额前，居大吉，经啊及经之48分钟，彼人皆往生极乐净土，作阿惟越之菩萨。以上是第20临终戒引愿。前面我们学到此地啊，现在我们接着看。深显果教他力不可思议之方便妙用，巨富凡夫能带获往生者，皆因弥陀此愿临终慎重现前，慈悲摄受之大力。我们从这看起啊，这个两愿，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所以念老在这天给我们的解释啊，深显果教。西方极乐世界的果佛，极乐世界是国土啊，为什么呢？到那个地方就成佛了啊，在修行过程当中这是因的，到那里就成佛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即使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也可以说他是法性身。法性身是果身啊，我们现在的身是业报身啊，业报身有生死有轮回啊，果报没有啊。啊，待业往生的人烦恼习气没断，怎么到极乐世界就成果正果了？这是48愿本愿威神加持啊，不是你自己修来的啊，阿弥陀佛帮助你，帮助你也得有条件啊，条件是什么呢？你对阿弥陀佛的真相信，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真的愿意接受他的加持啊，你要不相信自己，自己一生罪业深重啊，怎么敢接受佛的加持？这一客气就完了，这个东西不能客气的啊，一定要接受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你要真行啊。行是什么呢？行在此地讲就是放下了，
啊，你这个地方放不下，你去不了啊。啊，所以这个叫心愿行呢，不是别的心啊，啊，这是放下。啊，一般人讲啊，行是念阿弥陀佛。我在这里讲不是讲念阿弥陀佛，是放下。放下一声佛号就行了。放不下了，十万声佛号也去不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对于这个世界丝毫留念都没有了。这叫真心呐。啊，还有一丝毫留念就不行。啊，虽然有心愿也去不了。啊，所以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啊，这是果教，你看，不是自利他利，完全是阿弥陀佛。啊，他老人家大慈大悲啊，把他自己修习的功德，啊，经上讲五劫，五劫是修极乐世界，那五劫之前是他自己无量劫当中修成。啊，这个五戒是特别为我们修的。啊，确实是不可思议，方便妙用啊。啊，具缚凡夫，这个缚就是烦恼。啊，烦恼像绳索把我们捆绑起来，动弹不得。啊，这是真的，凡夫确实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佛在经上讲的非常好，欲知前世因，我们前世造的是什么因？啊，今生受这事，你这一生所遭遇的就是果报吗？是业报吗？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你来世是会得什么样的果报？这一生你所做的，你所行的，就是啊，这一生造因，来生果就熟了。啊，不学佛不知道啊，学了佛就明白了。啊，来生。纵然做转轮圣王，做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那佛报大了，出不了六道轮回。天王寿命虽然长，终有到的时候，到时候还要死，死了之后还要堕落。啊，他不能再往上升了。佛想净了。啊，过去生中所造的不善业又现前了。啊，他为什么堕落？原因在此地。你的恶业没消掉啊。啊，我们今天在这一生当中所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都要用感恩的心。为什么？业就消掉了。如果用怨恨的心，哎，不但不消啊，还得加重。你看，就这一念之间，啊，别人毁谤也好，侮辱也好，陷害也好，通通是小业障啊，不能不接受啊。好事不是坏事啊。啊，你这一生享福受的报，那也叫小业障。啊，消什么业障？消你善业的业障。这个业有善恶嘛。
啊，享福就是消你修的善福啊，受罪就是消你不善的这个罪业呀、啊，通通都在消业。啊，业消尽了，你的清净心就现前了。啊，什么人消尽了？阿罗汉消尽了。啊，善恶业都消尽了，才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啊。你做了好事，着了相，啊，出不了六道轮回，要在三善道受报。啊，做了坏事，三恶道受报，都出不去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你看看，你享福，享福要不要造业？啊，我们以人间来说，大富大贵人家，不说其他的了，单单讲饮食，餐餐都有众生肉。佛经上讲得好啊，吃他半斤啊，要还他八两啊，欠命的还命啊，欠债的还钱呢、啊。所以不是好事啊。啊，释迦牟尼佛佛报大了。那不出家过王的身份呢、啊他出家。啊，他托钵。有福不享。为什么？消掉了吗？啊，所以六道说个实实在在的话，就是来消业的。啊，消不再造了，才能真消得掉。这一面消一面又造，是永远都消不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我们要不要断恶修善呢？要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也就消掉了。修善，不着修善的相，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做啊，同时又要能跟大三空三昧相应，也让你吓掉了。那、怎么个修法？这经教上前面说的很多，后面还有很多。佛菩萨慈悲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就包括世间善人也不例外呀、啊。世间善人所说的，你真正能往深处去体会，世法就变成佛法了。啊，譬如孔子说，君子居其室，啊，住在自己房子里头，口出一个善言，啊，一句善言，在千里之外应之，啊，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啊。啊，君子行善，言善行善，居住在这一个地方，这一地方受他教化了。啊，千里之外都受影响，何况靠近的。我们往深处体会，
一个念佛的人，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口念阿弥陀佛，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他的影响不值千里啊！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遍法界虚空界啊，我们读望经还原观不就明白了吗？念头才动就周遍法界，就出生无尽，含容空有，一个道理啊。如果居其时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何况在周边。这不善的念头，不善的思想，在佛法里都是遍法界虚空界，净的六道三途，千里之外远的法界虚空界，所以心不能不善，善中之善，无比殊胜的大善，就是阿弥陀佛啊！为什么？阿弥陀佛是信的，阿弥陀佛是自信的。你看中峰禅师在三十一念里面讲，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可是现在念佛人怎么样呢？念佛人心里头没有阿弥陀佛。心里面有其他的佛菩萨，是偏中正；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是正中正。这个认识不容易几个学佛的同学能有这样的认知真有这样的认知，心里头才真有阿弥陀佛真有阿弥陀佛的人，就像此地所说的巨富凡夫啊，能待业往生能感佛菩萨随时来接引，也就是说你虽然是居住一切烦恼，烦恼一品也没断，你有这种认识你有这种坚定的信心，想什么时候往生佛就来。为什么？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跟佛菩萨念念感应到交这么个道理啊。理上讲得通那事上就没问题。
这才叫真正的断疑生信。欧耶大师所说的，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全在幸运之忧。你真信真愿，这个例子我相信古今中外都很多。宋朝迎科法师破戒比丘自己知道一生所作所为比堕阿鼻地狱，他害怕了。求同学设法帮助他。同学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是怕地狱苦，真干。没有怀疑，真干。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你看佛告诉他，你寿命还有10年，10年之后你寿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他不要了，10年寿命不要了，现在就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他点好了，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3天之后真的往生了，这不是假的像迎客这个例子很多，不是他一个那些人能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他们在世间很可能智慧比不上我们，才干比不上我们，很多地方比不上我们，人家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我们样样都比别人行都比别人好，我们还搞六道轮回，这什么原因？对西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对弥陀本愿，这个认知比不上人家，就这么一点。许多例子都摆在我们面前。睁着眼睛没看见呢，竖着耳朵没听到这叫什么？这叫糊涂迷惑颠倒真正念佛在我们眼前的，有同学告诉我开始念佛念个3年5年效果就出现了。非常殊胜。家人不相信。看到他的转变感动了一家人，感动淋漓相当。在现前这个社会上还有，我相信也不止他一个。
所以我们认识这个法门是果教，是他理啊，真实的方便妙用，能帮助我们业障深重的凡夫，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就是圆满的成就。啊，临命终时，就像经上所说的，啊，阿弥陀佛与这些圣众啊前来接引，下面引用宋朝灵芝大师的话：凡人临终啊，神识无主啊，善恶业种啊，无不发现，何其恶念，何其邪见，何生细念，何发猖狂，恶相非一也，见明颠倒。阿弥陀经上说，业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个人决定往生了。啊，你看什么叫颠倒，这里举了这么多例子啊，凡夫在临命终时念佛也不例外啊，念佛的人功夫定力不够啊，临命终时冤亲债主都现前了，哪些是你的冤亲债主？可能是你最亲爱的，啊，他也好心好意，你病得这个样子了，赶快把你送到加护病房，那这不是好事情吗？加护病房受的那些罪，临终这个人他的感受跟地狱没两样，他会对你生起极大的嗔恨心。这嗔恨心一升起，就堕地狱去了。那所以佛经上告诉我们，凡人临终的时候，呼吸停止了，没有呼吸了，8个小时之内不能碰他，不但不能碰他的身体，他睡的床铺都不能碰他，怕他生烦恼啊。他一生烦恼，他三途去了，你说多可怕。最安全的12个小时，神识真正离开身体了啊，这个时候你动他没关系了，他已经离开了啊。通常8个小时没离开啊，啊，我们也亲眼看到过，遇到过这个事情。啊，临终呼吸才断，立刻就是加护病房去急救啊，也有医生会问你的家人要不要急救啊，学佛的人会告诉他不需要，医生也赞成啊，
他们有经验，他们懂得了，即就是受的那种苦啊。不应该啊，所以这个常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他这个时候走的，刚走的时候确实神识无主啊，我们一般人讲灵魂呢、啊、离开这个身体了，离开他平常自己生活习惯了啊，突然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境界啊，这个时候怎么样，一生所造的善恶业种业习种子通通现前啊，到哪里去投胎呢？啊，佛告诉我们，业习种子强者先亲，哪一个种子力量强，他就牵着他到哪一道去了啊，这叫引业，引导他到六道里头哪一道去投胎啊，那我们自己也想想啊，我们是善的业力强还是恶的业力强，就知道我们会到哪一道去啊，大致上啊自己能清楚啊。啊，贪的习气非常重。啊，你是贪财还是贪色还是贪名还是贪利呀、啊、啊，你会到哪一道去，大致上就差不多了。贪心是鬼道。嗔恨心是地狱道啊，愚痴那就是此地所讲的颠倒啊，没有主意，愚痴多半在畜生道啊啊，念念仁义道德，古人所讲的伦常道德啊，念念是这个，这人道来了啊，念念是施善利他，不是自利。天道去了啊！啊，所以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哪一个念头强？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不觉，那里熏陶。啊，自己能晓得，一切时，一切处，你想什么？归结到最后，什么念头都比不上阿弥陀佛这一个念头。啊，你真正明白了，真搞清楚了，你才会放下万缘，一向专念。为什么呢？为临终最后的一念，只有这一念，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呢。啊，这是正念。
这是念佛人的正业啊，业就是造作啊，其他利益众生的事情啊，正法久住的事情都要放在第二，放在第三啊，把念佛放在第一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利益众生的事，正法久住的事才能做得圆满。啊，自己不识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圆正三不退也。啊，圆是圆满了、啊。啊，真正证得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华严经圆教初住以上啊，化身菩萨了。啊，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啊，纵然是无逆十恶，我们前面学过了，念佛也能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助阿惟越智菩萨，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知道了啊，很明显的知道了，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中国大臣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自己是不是没这个功夫，弥陀四十八愿加持啊。四十八愿给谁说的？不是给别人说，给我说的。这是我们学佛同修啊，一定要直下承当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专来度我，不是别人，直下承当啊！啊，释迦讲这一部《阿弥陀经》是给《无量寿经》是给谁讲的？给我讲的。我有缘遇到了，他就是给我讲的，不是给别人讲的。然后你看你这个心。才真正做到清切啊，你才真正感佛陀的恩啊。啊，展开经本，面对弥陀啊，这样真诚恭敬这是我们能受经教利益的第一个因素啊！你对经教听了多少年都还迷惑啊？原因是什么呢？对经教没有足够的真诚恭敬心啊，事出世间法，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谁居住十分沉浸呢？要自己才行呢啊，不要去要求别人，不要去看别人，要回光返照，要看自己那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
什么念头起来？念佛的念头起来了，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感恩的念头生起来了，他能不往生吗？佛能不接引吗？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念力不够，会生恶念。啊，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一定要晓得。啊，我们生活里面把佛的念头忘掉了。这在佛法叫失念，被念失掉了。啊，你会起心动念的想这些想那些，你想些什么？如果想自私自利，想名闻利养，想五欲六尘，你要晓得这叫轮回业。啊，想就在造轮回业，啊，意在造吗？你说呢？说是口在造啊。啊，你有这些行为的话，你是身在造啊，你身口意三业都在造啊。啊，如果想的不是想自己，现在这个灾难很多，想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世界救度苦难众生呢？这善业。这善业里面还是有自己在里头啊，我来造啊，那你也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你这种心升天呢？啊，这人天道的因啊，善福少的人天人道，善福大的升天道。啊，都看你平常起心动念在想什么。啊，起心动念，想的正法求助，想的是苦难众生。啊，这里头没有我。啊，像《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是无寿者相。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是佛道。不要问人，自己比什么人都清楚。啊，晚上睡觉你会做梦，梦些什么？啊，梦中的境界就是善恶业种发现的时候。啊，在梦中发现了，醒来之后你要有警觉性。啊，为什么呢？人临终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啊，现在梦中的这个境界就是你临终那个时候的那个境界，像仿佛，你晓得这怎么办？啊，想到这一点呢，警觉心才能提起来，你不能不怕了。啊，还想不想继续搞六道轮回呢？轮回真苦啊！特别是生在现代的社会，
太平盛世不容易感觉到，乱世是非常明显的，还干这个事情吗？啊，不能再干了，那得想出轮回。出轮回，除念佛之外，别的方法都难。斩听戒贴一句话，凭我们自己能力做不到。啊，念佛是凭阿弥陀佛的愿力，所以要记住，这是他力法门呐。啊，我们现在要常常想到啊，我有没有起恶念？我还有没有邪见？邪见就用佛经上讲的这个五大类，时时刻刻检点。啊，第一个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所有一切不正确的见解，我有没有？有怎么办？古大德教导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就是起是应该的。为什么？你是凡夫啊，你要不起这个念头，你是圣人，你不是凡人。啊，六道凡夫哪有不起念头道理呢？啊，正常的。啊，祖师大德教我们怎样呢？把它换掉，用阿弥陀佛把它取而代之。第一念邪念起来了，啊，自私自利念头起来了。第二念阿弥陀佛，这叫念佛，这叫真会念呐。这桩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它搞熟啊。啊，天天学，认真的学，学很学得很熟。啊，邪念才一起，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啊，贪嗔痴慢的念头说我念。啊，恶念才起来，阿弥陀佛；邪念才起来，阿弥陀佛。细念呢，是你心里面的关怀的。你看老人，哎，对儿孙很关怀，儿子长大了不要去照顾他了，那孙子很小啊，疼爱他，那叫细念。啊，我也曾经跟诸位做过很多次报告。啊，有一年过年我在台北，有老居士啊来给我拜年，告诉我啊，师父我现在功夫很不错了，什么都放下了，哎、啊、就还有一桩没放下。我说 是哪一桩呢？孙子没放下。我就叫他，你把你这个孙子换成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啊，临命终时紧急的时候，他把佛忘掉了，他头一个想到是孙子，那这就麻烦大了。啊，这个念头的时候想到孙子，孙子长大了，娶媳妇生小孩了，他可能就变成他孙子的儿子了。
你细念吗？啊，不可以。啊，不能养成贪念的心。啊，什么都得放下。猖狂，我们今天称他做神经病，啊，神经不正常，啊，俗话说他疯了，这种人很可怜，啊，这个都是罪业的现象啊，所以罪恶非业很多很多啊。都叫颠倒，临命终时一颠倒了，轮回也现前。啊，障碍你念佛，障碍往生呐、啊，这个很可怕。啊，在临命终时，几个人不颠倒呢？很少。真正太少了，啊，老修行人都不例外，啊，这什么原因？冤亲债主，来报复你的，啊，你欠他命，他来讨命，你欠他钱，他来讨债。啊，这个时候全都来了。啊，而且呢，他们会变化。他要是现他那个相，你一看到就认识他。啊，你就会躲避不理他了。他会变到你的家亲眷属，像《地藏经》上讲的。啊，人在临命终的时候，啊，头脑还清楚，他会告诉旁边人：“哎，我看见某某人在门口。”啊，都是死去的，他认识的人。啊，是不是真的呢？未必。叫什么？冤亲债主，变他家亲眷属的样子，带他走。啊，带走之后，脸一变。你就跑不掉了，这个事情很多啊。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道教也讲得很清楚啊。你看《玉帝宝钞》里头所说的，都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不是迷信啊，不是骗人的。啊，你不知道。啊，到时候，那个苦难可有的受的。中国古人教人。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在佛法里连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啊，用不着防嘛，心真正做到纯净纯善，防他干什么呢？啊，你有防人，身见没放下，身见是属于邪见啊，所以一心向佛，没有一样不吉祥啊！啊，临终时候佛加持你啊！啊，你的冤亲债主看到了，作何感想呢？佩服你，你念佛成功了，你做佛了。
啊，他会不会向你讨债？不要了，他对你恭敬，他学习你。啊，你做佛，求你去度他。啊，你肯定会去度他。我说跟你有缘吗？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只要是有缘，就佛度有缘人。啊，你一个人成就了，你的冤亲债主都得度了，他怎么不欢喜啊？那对你有恩的欢喜，对你有怨的也欢喜。啊，平等心就现前了。啊，可见凡夫业重，临终之际更多颠倒啊，这是令人无穷感叹的一桩事啊。那佛以四大苦比，痛不可言，何能正念持名？啊，在这个时候，一般人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四大是讲病苦啊，临命终时，人要断气，神识离开身体，啊，那个痛苦，佛经上用一句话来形容，犹如深龟脱壳，啊，像乌龟一样，活的乌龟，啊，把它那个壳扒下来，人临终神识离开身体，痛苦就像那样。为什么？因为他有身见，他认为身是自己，他贪念这个身，所以受这个苦。为什么佛教人破身见？啊，真的要养成，这是事实真相。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我所有的。脱一件衣服很简单。到临命终时舍身的时候，就跟脱衣服一样，没有痛苦啊，他不执着这身是我啊。啊，我们看临命终的人啊，一般临终的时候身体僵硬，那就很苦啊，说明他身见执着很深。临终全身柔软，他走得很自在，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啊，知道身不是我。啊，他一定向好的地方去了。啊，不会到卧道去。啊，凡是在三恶道，身体都是僵硬。啊，临终苦逼啊，痛不可言，何能正念之名？啊，所以往生助念确实有好处啊，要让那么多人带他了，那么多人念佛，用这种磁场去帮助他啊，帮助他们化解他的冤亲债主啊，这一句佛号就能化解。提起他的正念，帮助他往生。啊，这么多的善男子、善女人，
以善念正念来帮助他，他的冤亲债主得福啊。啊，所以就不会干扰他了。啊，有干扰他那是什么人呢？深仇大恨，非报不可。那个事情就讨厌，就麻烦。啊，这个怨恨稍微轻一点，马上就化解了。啊，那种深仇大恨不会太多。啊，这个时候靠佛力加持。啊，地藏、观音。这个时候的灵感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得出一个结论了。故知凡夫往生非凭自力，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肯定的。啊，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能往生，那你的傲慢心就升起来了。啊，我自己功夫怎么好，你再好也不行。为什么？烦恼没断。啊，真断烦恼才行啊。啊，见思烦恼断了，你才能出六道，你还出不了十法界。啊，往生得出十法界。见思烦恼不容易断。啊，我们今天怎样来凭靠佛力，就是一心念这句名号。这就是佛力加持。啊，度摄六根，净念相继。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啊，啊，念念心里面真的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要怎么看法呢？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能做如是观，对你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是大有帮助。你把一切众生都看作佛，如果你能把一切众生都看作阿弥陀佛，你的功德真的圆满了。你虽然没有去，你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隔得很近很近，是不是真的上面的？我告诉你，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是自信佛啊，哪个人没自信啊？阿弥陀佛是回归自信啊。如果给你这里给你说真话，说真话你不相信啊，说假的你相信啊，真你不相信啊，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自信，
大乘经上常讲，生佛不二，性相一如啊，哪有离开的？那怎么不是？那当然是啊。啊，对一切众生都像对阿弥陀佛那样恭敬啊，那样的称赞，你一切罪业都消掉了啊，一切灾祸你远离了。念念呢，跟阿弥陀佛的大愿相应，当然得四十八愿的加持。啊，你现前不颠倒，临终就不会颠倒，决定得生。啊，我们临终这个现前呢，从早到晚常常颠倒啊。那也就常常迷惑，哎，迷惑好好一会儿又觉悟了，觉了又迷了，迷了又觉了，都给天天搞这个玩意儿，不能不知道。啊，如何能保持迷的时间少，觉的时间多，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功夫得力。啊，能够保持到行的时候不颠倒，做梦的时候就不会颠倒。啊，那么在念佛功夫里面来讲，你就得到念佛三昧了。啊，三昧功夫浅深不相同。啊，最深的理一心不乱，其次的事一心不乱，这我们前面都学过啊。啊，再其次的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也有三杯九品。生凡生同居土啊，事业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理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啊，或者极乐世界平等世界。同居土里面的凡夫的四十八愿本愿加持，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啊，在智慧神通道理几乎都相等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无比的庄严啊。啊，问题是你要真正认知。你才能毫无疑惑。真心、真愿、真干。啊，在现前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根本没有两样。啊，为什么呢？境界是心转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啊，境随心转啊。啊，那个念头一转，住在此地跟住在极乐世界没两样，住在极乐世界天天见阿弥陀佛，住这个世界也天天见阿弥陀佛，
啊，一切众生真的就是阿弥陀佛。啊，再看老居士引用圆中钞里面的话，这优希大师的啊，圆中钞曰：“娑婆众生虽能念佛，好好见思，是为佛断呐、而能垂钟心不颠倒者，原非自利而能住持，乃权杖弥陀而来拔济，虽非正念而能正念，故得心不颠倒，皆得往生。”云中超这一段话说得好啊，娑婆世界众生，这是讲大世界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多大？不是这个地球啊！这个地区是在教区里头有个小角落啊。世尊教化的这个范围，是一个大千世界。啊，我在没跟黄念老认识之前，我们都认为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是个太阳系。古大德对这个事情没讲清楚，近代的大德也多半都认为是太阳系。啊，我们虽然有怀疑，可是古大德都这样说法了，啊，我们也就跟着说。啊，黄念老是学科学的，啊，他给我说，他实际上来讲，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他是经常讲得很清楚啊。日月绕着须弥山的腰，就须弥山的当中在旋转。须弥山是一个单位的核心，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太阳系确确实实是绕银河系转的。那么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啊，一千个单位世界才叫一个小千世界，那就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所以它乘三个千呢，叫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多少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释迦牟尼佛的教度化众生的范围，十万亿个银河系。我们是银河系的一个小星球啊，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可见世界之大，众生之多啊！佛教化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
就现什么身。啊，佛在哪里？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个话现在我们懂了，以前真搞不清楚。啊，《华严经》讲得清楚，《还原观》讲得更明白，一念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呐、啊，含容空有啊。周边法界无时不在，含容空有无处不在。啊，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州沙界，什么地方众生有感，他立刻就应。释迦牟尼佛应，阿弥陀佛也应，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不起感应到脚的。啊，这些道理被现代科学证实了。啊，所以我们对这些科学家感恩呢。啊，他对我们的帮助，啊，让我们对佛经有更深层的体会，有更清晰的认知。啊，特别是对我们念佛求往生帮助太大了。啊，云中超里的这几句话，娑婆世界的众生啊，这就不是一个地球了。啊，十万亿个银河系，我们很难想象啊。啊，所以能念佛，见思烦恼断不了。佛经上讲得清楚，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八十一种思惑，你怎么断呢？啊，断不了就出不去啊。一定要断尽了，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底下这一句说得好啊，不但你没有断呢，你连扶都还没有扶住。净宗法门叫待业往生，那就是知道你断不了，但是你要把它扶住。那我们今天能不能扶住？能，不是自己的力量，还是阿弥陀佛加持你扶住的。啊，这个加持非常明显，我们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口里有阿弥陀佛，这就是阿弥陀佛加持。
啊，你不念阿弥陀佛，你得不到佛的加持。啊，念其他的佛菩萨或者念咒也行，加持的力量没有阿弥陀佛那么显明显，没有那么大。这个不能不懂啊。啊，这就好比我们加入一个团体一样啊。阿弥陀佛这个团体多大了？遍法界虚空界。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赞叹的。啊，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如来啊，你看华严会上文殊普贤率领41位化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听阿弥陀佛教诲，这是什么样的气象？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确确实实能令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叹为观止啊！啊，不是净宗祖师啊，自己夸大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不是啊！你这样想法就全错了啊！啊，他是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啊，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第一法门啊，可以说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赞叹，不是夸张啊。我们相信《金刚经》上说，如来是真语、实语、如语啊，不狂语，确确实实。啊，是我们自己业障太重，信心不足，啊，常常有怀疑的这种意念夹杂在里头，啊，这就是业障，啊，在业障现前，啊，什么时候现前自己不晓得，啊，有一丝毫怀疑就现前。有一丝毫夹杂也是现前啊！我们眼看现在地球上灾难这么多啊，如其天天去担心这些灾难，心里想着灾难，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你想灾难干什么？想灾难，灾难就来了；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了。你看到底哪个来好啊？啊，学佛学了这么多年，这个浅显的道理要懂啊！啊，别再胡思乱想了。啊，什么样的语言也好，啊，临界的信息也好，啊，我们接触到了，遇到了，啊，对他恭恭敬敬的，有礼貌，
心里面就是阿弥陀佛，绝不为他动摇，这就对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如意吉祥啊，啊，法喜充满呐、啊，这才是给极乐响应。那天天想这些拉杂事情，你就跟极苦相应，就不是极乐了，你就搞错了啊！所以这是全程肯定啊。我们现前没颠倒，临终不颠倒，真的都是靠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啊，他来把戒，把是来把苦啊。哎，一句佛号把我们所有一切苦难都拔掉了。啊，慈悲救济。啊，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虽然不是真念，而能真念。真念是什么？所有一切妄念都没有了，那是真的啊。我们现在念句阿弥陀佛还是有杂念啊，但是我们能够把一句阿弥陀佛代替所有的杂念，那就是而能真念啊。如果代替不了，你这个这一句佛号功夫不得力了啊，不产生效果啊，你得要加一把劲。从哪里加呢？从放下加啊。万缘放下，你还有没有放下的地方啊？啊，你还有忧虑，你还有牵挂，你还有心思，这个不行啊。啊，所以临命终时决定不能颠倒。啊，如果临终还有颠倒，就不能往生了。啊，平常要训练一心不乱。啊，这个本愿为神，总结就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就是四十八愿啊。这个道理要晓得啊，事实真相也如是啊。一句阿弥陀佛是四十八愿的总纲领啊，总标题。你抓到这个了，全部都抓到了啊，都掌握到了啊。真的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底下说镇住小本唐乙与悲华两经此一一现啊，我们用小本就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唐乙的玄奘大师翻译的。我们现在念的是秦乙的，姚秦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你看玄奘大师翻译的经，啊，看悲华经，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下面给我们列出来，小本唐乙。名为称赞净土佛事受经啊，这个经题是玄奘大师啊，他老人家翻译的题目。罗什大师翻译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他直接用佛的名字啊，非常直截了当。玄奘大师翻译的经文有这样一段，
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啊，前后围绕，来往其前的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所以罗什大师翻的是一心不乱呢，能讲得通啊，不是讲不通啊。啊，玄奘大师翻译的不是一心不乱，是一心细念。一心细念，我们能做到啊，一心不乱可不容易啊。但是怎么样？临终的时候一心不乱。啊，这个时候佛菩萨通通来加持你。念佛三昧现前了，不乱就是三昧现前了。啊，可见凡夫临终心不颠倒啊，一不散乱呢，正念持名者，全因弥陀慈悲加佑之力。这事情很少人知道。啊，为什么呢？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弥陀经流通量太少太少了。学佛的人都不读这个经啊。啊，只有研究旧的人啊，他才会找这个经来看啊。那么在讲解的时候，意思才能讲得圆呢。啊，一般修念佛的人都不念这个经啊。这个经里面确确实实有很多经文可以弥补罗什翻译之不足啊，罗什大师翻得好，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啊。玄奘大师是质疑的啊，所以一般人不太喜欢看他的东西啊。所以这个经文里的这几句话重要啊，临终的时候无量寿佛啊，与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啊，这就是往生的人啊，佛来接引呢、啊、不是佛一个人呢 啊你能看到跟着佛来接引的人很多很多啊。有菩萨众，有声闻众。声闻众是哪里呢？就是方便土的。菩萨众呢是十报土的。啊，都随着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前后围绕，来往其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所有冤亲债主看到这个样子能不欢喜吗？还会找麻烦吗？不会了。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晓得，真的完全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保佑啊。又悲华经曰，临终之时，我当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啊，阿弥陀佛与大众就是前面所我们看到的菩萨声闻啊，那些已经往生的这些人。已经往生这些人里面，差不多都是跟自己有缘的人啊。为什么那么多呢？你就这个时候才晓得，
我们过去的生中啊，无量劫来啊，哎，我们的家亲眷属、有缘的人，他们早念佛、早往生，都在那边了。我们这一去了，他们欢喜啊，来接应你啊，这么来的啊。所以到极乐世界，不要以为很孤单呢，还也可热闹了。啊，无量劫来的是有缘同修全都看到了。啊，你一看到你就认识。啊，哪像现在在这个时间呢，你认识人不多啊。啊，无论是有恩有怨的，那他们都到极乐世界去了，都修成了。啊，我们跟他见面，又欢喜又惭愧。欢喜的时候，哦，这都到一起来了，回家了。惭愧的时候，他们来的这么早，你看我们到这个时候才来。啊，跟他们比差远了，差很多啊。啊，其人见我，其人往生的这个人，啊，见阿弥陀佛，介于我前呢，得心欢喜。啊，这肯定像我们刚才讲的吧？他怎么不欢喜呢？啊，看到多少自己有缘的人都在极乐世界。啊，一见我故，立诸障碍呀，什么业障都没有了。啊。即便舍身来生我界，啊，你看这在临终那个一念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神志清楚啊，跟大家告别，啊，佛来接引，我跟佛到极乐世界去了，最后。念佛叫做正转，三转法轮，我跟大家做证明。啊，佛真的来接引，我真去了。这样往生的人不多。啊，绝大多数的往生人。还要有很多同参道友帮他助念，临命终时时时刻刻提醒他。啊，他欢喜接受，放下一切忧虑、牵挂，啊，他才能走。啊，经上讲。这样往生的人，啊，临命终时清清楚楚，一点挂碍都没有。这是什么呢？这是早就放下了。我们想想，我们要哪一种往生？要想这种往生的话，你不能不放下了。啊，要知道这样往生的功德多大，你看多少人看到了生欢喜心，啊，不相信的相信了，已经相信的肯定了，再不怀疑了，都看到了，啊，早年在香港活动觉寺的老太太，啊，她老人家往生就是这个样子。啊，活动觉寺，觉寺本身是将军啊，
全家是基督教徒，老太太念佛，不过她很孝顺，很难得啊，家里设的有佛堂啊，老太太念佛没有干涉，没有障碍啊，所以他们家里信教自由啊，老太太一生没有一句话劝儿子媳妇念佛啊，临终的时候告诉他的儿子媳妇孙子，我要到极乐世界了，我走的时候你们念几声佛号送送我，算是我们的母子之缘。啊，走的时候开往生大会。啊，招待那时候有新闻记者。啊，看老太太怎么往生。啊，老太太跟大家告别。啊，最后他说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佛去了，就断气走了。啊，所以度了很多人啊，以后活动就是全家学佛了。啊，度了他一家，这老太太厉害，最后这一表演全家相信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香港东林觉院那个房子就是河东他们的产业捐出来做道场啊，供养三宝啊。啊，我三十几年前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他们把这个事情讲给我听啊。啊，那老太太走的时候真的是得三宝加持啊。啊，那么清楚，一点不糊涂。虽然有一点病很轻，你看临终讲得多清楚，讲得多明白，交代完了走了。啊，所以自己得欢喜心。凡是参与那一天参加这个往生会的啊，没有一个不欢喜啊，真看到了啊，香港以前英国人统治啊，基督教的天下了啊，他这一表演啊，让这些外国人都看到了啊，还有就是谭旭法师啊，在香港往生的，留下的舍利，这英国人不相信的，真的吗？金屋子，铁锤砸不烂的，他们真的拿铁锤就砸，啊，铁锤砸到里面都凹下去了，舍利子一点损伤没有。啊，这外国人相信了啊，真叫坚固子啊！那铁锤骨头都可砸烂了，他为什么这个砸不烂？啊，这些都是表法给大家看。啊，告诉大家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业障消除，啊，舍身就生极乐世界了，啊，那是一弹指间呢。又说愿愿。这是《悲华经》上讲的。所有众生若闻我身，这个身就是名号
啊，就是你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人家在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发愿余生无世界的，你听到这一句，啊，你发愿，啊，也想生极乐世界，世诸众生临命终时悉令见我，于诸大众前后围绕，我于尔时入无以三昧，以三昧力故，在于其前而为说法，一闻法故，寻得断除一切苦恼，心生欢喜，其心喜故得保真三昧，以三昧力故，令心得念即无生人，命中之时必生我界。悲华经上说的，这不可思议啊。真有这回事情吗？那佛为什么不时时实现给我们看呢？我们在大乘经上读过，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读过这句话啊，知道佛力不可思议，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如果这三个力量集合起来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我们凡夫最大的一个麻烦在哪里呢？业力是很大的障碍，业力也障碍我们的心力，这心就是清净心。啊，所以跟佛的愿力就不相应了。啊，于是消业障真是一桩大事，用什么方法消？给诸位说，念佛。就现在人真的提念佛，好像念佛太简单了，那你能消得掉吗？殊不知越简单越有效果。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单方治大病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乾隆时候，慈云灌顶法师是那个时代的大德，通宗通教，贤密圆融啊，著作等身啊，现在日本万字序藏收他的著作20多种啊，他的著作总共有50多种。我早年学《观无量寿经》，参考他的注解啊，他的注解叫《观经之旨》，里面有一句话说，众生造极重的罪业，在佛门里头所有的经论所有的忏意都没有办法忏除他的罪业，最后还有一种能把他的罪业忏除是什么？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在讲习里头提过很多次啊。念佛实实在在不可思议，你念佛为什么不灵？不是不灵，你是散乱心念佛，怀疑心念佛，你对他不真相信，真相信你还搞别的吗？你还搞别的去证明你信心不足啊？啊，真有信心的，那我遇到好几个啊。他真有信心，他就一句话，一点不怀疑，啊，得重病，啊，他真的，他不看医生，啊，他不吃药，居然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病完全好了，再去检查完全没有了。这不是灌顶法师说的吗？这个话现在不能宣传，宣传怎么样呢？哎呀，你们佛教生病都不要看医生了，这还得了啊？这就变成邪教了。啊，所以这经上有，也有极少数的人这样做，他做成功了。成功的人，我们就晓得，还有很多人不成功，不成功就上医院吧，啊，去找医生吧。啊，我们也不反对你找医生。也不反对你去住医院啊，可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呢，哎，他自然就好了，这也省事啊。那对于这些贫穷的人，就是那是福音啊，啊，他没有钱，他看不起病啊。啊，你道理上讲，啊，大乘经教里讲了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决定一切啊！只要有怀疑，赶紧去找医生啊，去找这个治疗的。一点不怀疑的，你就不必去啊。肯定半个月、一个月你就好了，你就没事了。关键就在此地，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这佛经不能不读啊！不读书，你永远不知道。永远不知道自己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意志不能集中。啊，佛在《一教经》上讲的话：“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平常心散乱，你看佛教徒接着跟人见面合掌，合掌是什么？合掌是表示心集中。智心一处，那平常十个指头和心散乱的啊，最恭敬的呢是把心收起来啊，收起来一心，这个就代表毒蛇六根，代表一心啊，合掌代表一心的，这表这个意思啊啊。可是我们见人会合掌不知道一心，心还是散乱，它不起作用吗？真正一心，那个力量可太大了啊！对自己可以治百病啊，健康长寿啊，甚至于寿命都能自己做主宰。我想住多少年行，没问题。智心一处，那个力量大了啊，消除一切罪业。那个祈祷真灵啊！跟冤亲债主沟通的话，冤亲债主接受欢喜啊！啊，你真有条件跟他接触吗？那一般人跟冤亲债主打交道，他理都不理你，为什么？你没条件。那光说好话有什么用处啊？你不干好事啊！所以连科学家讲，那光散乱的，如果把光集中在一点，就变成。镭射了，变成激光了，啊，它的起作用多大？啊，再厚的钢板它能穿过？啊，那个心的力量集中时，那比那个光的力量大太多了，光算什么？
啊，所以至心一处，经宗讲的一心不乱，那个力量才大。一定要求一心，啊，一心就是放下，没别的。啊，你不放下，你一心就达不到，彻底放下，啊，那就无死不办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